果是轩瑞跟点哥这两个型，你是比较倾向哪一种？外形就是轩瑞啊。假如说未来有新的对象，星座有特别要求？摩羯座还可以吗？我就先不要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林依维小美。从模特圈转战戏剧圈的小周迅，林依维2020演出国片《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》，饰演高冷校花，备受关注。八零女生的真面目，绝对比你想象的还要亲民。我平常是坚强但不冷静，蛮吵的，有感觉到，我都自称自己是零距离。有影片，有真相，请看 B Z R。中间一个小时休息，干嘛好小啊？刚刚挖鼻子，太自然了，这很好。我们大哥耍这种，不可以放。目前感情状况，空窗快半年了吧？因为我之前看你说很会拜月老，一空窗立刻去拜啊，可是都没有感，都没感觉。干嘛？很多人都这样，好不好？因为我去之前就有先上网做功课，就是因为他不是有很多，对，旁边在点头，你有去过对不对？就是可能说不可以跟朋友一起去啊，不要互动啊，不可以吹，不可以吹那边的茶，就是你要结束之后你要喝热茶，但是不能吹它，这样，先把缘分吹散，这样。就有很多规矩，对对对。你知道我最近有听说巨蟹座很不错，什么顾家什么的，然后后来我一讲，超多人就说巨蟹就是默默，默默，对对。如果是轩瑞跟点哥这两种型，你是比较倾向哪一种？外形就是轩瑞啊，然后你知道看点就是巨蟹。身为轻熟女的林依维，内心却藏着欧巴桑老灵魂。因为我朋友都说我有100步，就是我有100个不要做的事情，这样。以前啦，以前不喝酒，不喝甜的，然后只喝热的，然后可能就不吃生的，然后不能久站，因为我的脚静脉曲张。12点前要睡觉，这样。他们都是玩解嗨啊，娱乐动心丸。哎，我的100步有什么？我跟鱼一样，很容易忘记事情。疏老无物，报道。